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沪深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很多投资者都在实体，石油价开始回落。但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紧。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今年的 CCTV 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谢莹莹。今年火爆的网络购物呢，直接带动了一个不起眼的行业，那就是快递。我们坐在电脑前面，轻轻松松地点击一下鼠标，把钱呢汇到网购公司的账户，接下来就是得靠快递公司把货物送到咱们家门口了。然而呢，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依赖这种方便快捷的消费方式的时候，却发现快递公司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来看一下。90后的小陈是个典型的网购一族。国庆的时候，小陈在网上买了一件秋天的外套，但是没想到3天就能到的快递，过了一个多星期仍然没有到。上网查的话，就只能查到他已经从厦门发往海口，下面的就都没有。半个月后，这个迟到的快递终于到了。经常选择快递的小陈遇到的不只是快递变慢递的苦恼。小陈在网上买了一个数码相机，发现屏幕有些小问题，于是就通过圆通快递把相机给卖家发了回去。但是没想到麻烦来了，收件人收到的时候，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发现东西轻了，然后打开看，东西被调包了，相机不见了，是一个黑色的橡胶圈，他当时就拒收了。快递怎么会把东西寄丢了呢？小陈找到了圆通快递公司，他就说，那么我这边是完好的，寄过去包装也是完好的，就说明这个过程当中那个袋子不可能被拆开，单也贴得好好的，不可能是他们中间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调查，没办法负责。小陈今年才上大一，买相机花的700多元基本上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小陈希望快递公司能够照价赔偿。之后他们说打算在广东那边调录像，看看这个东西，但是说时间太久了，东西也太小，就不一定能调得出来，让我等着。委托快递公司寄东西，最后却只收到了信封皮儿。北京市民小贾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一个信封的皮儿。然后呢，信封有破损，东西丢了。11月1号，小贾委托海航天天快递公司帮他快递一份价值200元的化妆品到四川。几天后，寄出去的东西到达四川时变成了一个空信封。小贾马上找到了快递公司。我每天都给他们打电话，结果呢，上海总部的人说，您的事儿我已经帮您记下来了，说我们经过核实以后，第二天给您回复。我打电话的日期是11月9号，结果到现在了还没有收到他们公司任何一个人针对这件事儿的处理的态度。小蒋后来又找到北京分公司的电话，但却始终找不到经理。对于快递丢失的赔偿，业务员却表示是否赔付公司还要审核，而且审核的手续很多，审核期也很长。我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我问一下，就是关于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怎么处理。我解决办法，我只能去上报，还有什么程序，反正老多了，让您填个表，人家要审核确认完之后得批下来。这个过程审核确认批下来得需要多长时间？我没处理过，你这已经是好的，有人给你叮嘱着呢。我这已经是好的了，那要不好的是不是得半年呀？半年批下来。进入下半年之后呢，国内不少快递公司都出现了业务井喷，大幅增长20%-30%，甚至有人说快递业的春运已经提前到来了。然而与此同时，快递变成慢递，还经常被中途调包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了。这不但给消费者带来了烦恼，网络卖家们也是受害匪浅。淘宝店主杨先生谈起快递就是一肚子苦水。作为拥有四个皇冠的卖家，他一直非常珍视买家的评价，但是最近他已经因为快递的问题连得了几个中评和差评。我们快中评差评很多，就是说快递的服务太差，就是说比如说快递的速度是太慢，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杨先生告诉记者，
作为在淘宝上选择商品的重要参考，中评和差评无疑会影响相关商品的出售，这对自己的小店而言算是间接的经济损失。此外，因为快递的问题而造成直接损失，对小店来说也是常有的事。客户说确实太慢了，我们也给那个客户打电话沟通一下，有的客户呢就可以说你这样，那我再等一下，有或者退个邮费什么的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就是我就不要了，然后我们卖出去的东西就给我们退回来了。嗯，所以说我们有包装啊，有单子啊什么的，这些我们都扔了，都没有人给我们赔偿。除了速度慢，杨先生有时还会遇到发给客户的快件丢失或者破损的问题。丢件的情况多吗？每个月都有十几个吧，然后还要找好多，比如说在淘宝上投诉，还有什么的，才能给我们把件把那钱赔了。频频因为快递影响经营，但是网店经营又离不开快递。杨先生干脆雇了一个小姑娘专门处理快件的相关问题，这个小姑娘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不断地拨打各个快递公司的客服和投诉电话。这快递的每天好几，有时候上百个电话也很正常，因为一个件也能打两三个电话。那这样的电话有用吗？有的是管用的，有的是确实是你给人说了也不是说特别，他们也不是特别理解。投诉的电话好打通吗？打不通，根本就打不通。没有打通过。在315消费电子投诉网投诉中心，副秘书长王福山告诉我们，截止到十月份，315消费电子投诉网快递投诉总共是21605宗，同比去年增长了67.6%。主要投诉集中的问题是在，比如说延误晚点，这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也是快递的老大难的问题。嗯，第二块的话就是服务人员的态度，货物丢失或者损坏，这个也是目前呢比较集中投诉的地方。另外包括像电话打不通啊，400没有400电话，或者呢电话经常占线，还有的代收货款的问题，这都是目前快递行业比较集中的反应。快递物品丢失，快递速度变慢，快递业带来的烦恼呢还不只是这些。在吉林省就刚刚组织过一次历时三个月的快递行业消费者的评议活动，结果发现很多快递公司还存在的设立霸王条款，比如说加收这个准时费，拒绝收货方验货，甚至是私吞贵重物品而却只赔邮费的。为什么快递公司这么让人提心吊胆呢？我们也选择了其中的两家来进行了调查，来看一下。小陈遇到的快递变慢地，甚至快递物品丢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答应一个星期后给小陈答复的圆通快递一直没有任何说法，焦急的小陈直接来到了圆通海南分公司的总部。这是一个总面积不到300平米的门面，但是让他吃惊的是，快递公司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只有3名工作人员在玩电脑游戏。我的件之前丢了，然后没处理好呢，过来问问。现在都放假了，上海那边的他们给我们放假了，要放好长时间了。快递公司怎么会放假呢？小陈丢失的相机又该找谁来赔偿呢？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公司总经理李先生的电话。这个不明了啊，这些事情现在都不明了。你问问员工，找一个王总，找他们聊一聊，好不好？李经理告诉我们，他是从圆通快递的一个加盟商那里承包的业务，因为最近双方出现经济纠纷，他现在已经不干了。圆通快递的加盟商汪先生证实了李经理的说法。他怎么着？一部分是谁赢的？一部分是承包给人家的。汪先生说，他只是圆通快递的加盟商，因为总公司承诺的补贴没有到位，他和总公司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现在他已经退出了圆通在海南的加盟经营，赔偿的事儿他也没有办法。有些问题我都跟总部反映了，什么他有原来就是说有些承诺是有的，但是说到期的，那么就是各方面原因，那么总公司也没，我们也沟通不好，就是没有补下来，是有些那个补助款什么。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圆通快递华东区航空部的郑经理，他告诉我们，和大多数国内的快递公司一样，圆通快递也是采取加盟承包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他告诉我们，国庆节前后的海南大雨使得快件无法派送，
再加上海南加盟商内部管理不到位，造成岛内快件爆仓，投诉猛增，因此总公司从10月20号左右就停止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往海南的快件业务。而对于海南分公司遗留下来的像小陈这样的问题，小陈自己说丢失的物品是相机，但是在快递之前双方没有进行现场验货，到底是不是相机他们也无法判断，赔偿一事公司正在商量。我们已经在接手这一块当中，在处理这一块问题。现在小贾通过天天快递寄送的物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寄丢的呢？我们随小贾一起找到了这家天天快递公司。这是海航天天快递在北京市四季青的一家加盟店。记者注意到，这是一间两室的平房，没有任何标牌，地上散乱堆放着快递件。你看这件这过来过去的，这说丢一个就丢一个，顺手拿一个谁都不知道，真是是吧？嗯，扔的。小贾接着向工作人员询问自己丢失的快递件如何赔偿。我问你，今天就是针对我这件事儿，你们是怎么处理？处理的话，我这边也处理不了，待会我们经理回来，你直接找他吧。你们经理什么时候回来呀？下午吧。下午几点？你告诉我六点。时间我也不确定。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经理仍然没有回来，小贾只好又拨通经理的电话。我已经那个跟对方公司也联系过，因为他是破损，责任的话肯定是在我们业务员这边，在我们公司这边。嗯。他，我跟那个业务员也联系过，他可能答应赔你100块钱，是27号去给您赔货。寄丢的快递价钱是200元，但是经过协商，经理最终还是只同意代替快递员赔偿100元，并让小贾写了一个收条。今收到海航天天。不是海航天天，是个人的，这不是公司的，这是徐志峰个人的。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发现这两家出问题的快递公司呢都是加盟商，其实这不是巧合。国内民营快递公司在发展的初期，为了低成本的快速扩张，往往会选择加盟制经营。根据统计，2009年全国特许加盟快递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了275亿元，占到国内快递市场份额的58%左右。但是这种快递扩张模式也给快递行业带来了种种弊端。一分钟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快递行业的发展。欢迎回来。快递行业虽然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迎来了一轮发展的高峰，但是从前面的调查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行业是管理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呢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相反还引发了很多消费纠纷和投诉。为什么一个本来商机巨大的朝阳的产业现在会遭遇发展的瓶颈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带回的调查。工金法是申通快递的加盟商，这天是周六一大早，工金法就来到了办公室。他告诉我们，公司成立5年来，他的快递业务做的虽然很红火，但一直也没挣来多少钱。亏损呢肯定还说不上，但是利润很低很低了。我们了解到，一般的快递加盟公司需要一次性缴纳一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和网络建设费10000元左右，才能加入快递公司在全国的网络。加盟企业自负盈亏。工金法说，加盟以后才发现快递并不好做。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公司派一份件有1.5元的派送费，但是这里包括了一份快件从海南机场落地后一直到客户手里的所有成本，几乎没有什么利润。进仓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是亏本的，应当是亏本的，因为派送费一块来说，相当于派送的成本来说，它远不止这个数字。工金法说，快递的利润主要在收快件，每收一份快递按平均8块钱算，在刨除了快递员10%的提成后，要给目的地公司1.5元的派送费，再加上还有航班费用、公司面单费用及包装费用，大概需要3块钱，最后到手的利润是3块钱。不算那种后勤人员和操作场地这些的话，大概应当是3块钱这样子。工金法说，快递要想快，各个环节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且一定要开在相对来说物流比较集中的地方。他所在的海南省进件远远多于出件，两者比例大概为5:1，所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收快递盈利高一些，所以快递公司会把时间尽量用在收快递上，而对于送快递就难免出现拖延的情况。客户手里边最长的有多久？半个小时，半个月这样左右。我们注意到，申通海南分公司的快件分拣都靠人工操作，每天派送快件7000件左右。这位胡师傅告诉我们，5年前他才来公司时，一般只派70-80件，但现在一天派上170-80件，对他来说是常事。件儿多的时候，实在是无法保证能够把手里的快件派送完成。100几件。哦，这个是这个量的话，算是您派过的最多的吗？最少的。最少的。对，从一个月以来是最少的。胡师傅说，因为是周末，这天的件儿并不算多。就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创下了204件的个人最高纪录。我们了解到，加盟制经营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实现全国性的网络布局，因此成为众多民营快递企业在发展初期的首选。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快递企业10000多家，其中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超过5000家。中国的 GDP 每增长1%，中国的快递业将以相当于3倍的速度增长。虽然增长迅速，但是大多数国内的快递公司都是采取加盟承包、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快递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租间平房、几部电话、几辆电动车就开业了。特许加盟快递企业普遍存在小而弱、大而不强的现象。从客观上看呢，咱们这个网上购物啊，这个发展的很迅猛。我们从海南这个市场上看，1到9月份的经济数据分析，咱们是增长44%。一些个民营企业啊，这个处理能力比较脆弱，所以当这业务偶发成倍增长的时候，他应付不了。在申通快递和圆通快递采访时，负责人告诉我们，快递市场这块蛋糕确实非常大，但各家快递公司也确实没有胃口消化。按照我们今年的预期是200万件买单每天，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240-230万件每天，所以就我跟不上这个配套。人家说没生意做，我淘汰了。现在是有生意做，那么很多企业投不下去，那就让这个市场就压垮了。想吃下这块蛋糕，首先就要增加人手、扩大场地，而这些都意味着资金的投入，而这正是众多在低利润当中挣扎的民营快递企业的软肋。场地的投入，员工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分拣中心等中型枢纽的长远发展的一个规划的落地，都需要经济的铺垫才能实现。如果利润很薄的话，你可想而知，你对你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软硬件的投入都跟不上，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快递业的服务跟不上。业内人士告诉我们说呢，不止我们看到的海南，像全国其他地方的快递行业也都一直是处于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状态。大家集中是在中低端市场，大概80%的业务量来自于网络购物，而网购本身打的就是低价牌，而这又进一步压缩了民营快递企业的利润空间。那么快递行业怎么才能够走出价格低、服务差的恶性循环呢？来听听各方的分析。在315消费电子投诉网，王福山副秘书长告诉我们，快递最重要的两个特性应该是快和安全，但是这两点目前快递公司都做得不够好。据国家邮政局近3年的统计，每个月申诉率排在前5位的基本上都是特许加盟模式的民营快递企业。王福山说，快递投诉麻烦最多的是赔偿问题，对于快递不能及时送达甚至快递物品丢失应该如何赔偿，目前业内缺乏统一的规定和监管，只能依靠快递公司自行规定。比如现在有些企业它推出了什么次成达是吧，或者是怎么样子，就是第二天或者怎么样一个时间，那么你对它这个时间就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时间送到的话，那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王福山告诉我们，目前对于快递不能及时送达的投诉，很少有消费者能够拿到赔偿，快递业急需尽快统一服务规范，明确赔偿责任。我认为的话，这应该赔偿的数额呢，应该给他更多一些啊。当然这个具体的数额，我觉得可以业内跟消费者可以搞听证啊，或者怎么一个形式来商量。在国际上，快递被称作和时间赛跑的工作，很多世界500强快递业跨国公司都推出了限时服务，并把超时与赔偿严格统一起来。比如美国快递巨头联邦快递就向客户保证，国内货物快递不过夜，即使是晚上交货，也能在第二天上午10点半前送达。公司董事长保证，只要耽误了60秒，公司就退款。我知道他们这些快递公司的，它的整个的运行计划是以秒来计算的，不是一分钟，更不是以小时来计算的。这是联邦快递总部孟菲斯的工作场景。当联邦快递全球运营监控中心的时钟指向23:11，首架飞机飞抵孟菲斯，紧接着装卸工人驾驶机车涌向停机坪卸货。一般来说，卸一架飞机的货仅需20分钟，紧接着是对货物按大小和重量进行分类。它的分货技术，它基本上都是用全自动化的来分拣，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收来的快件全部要经过分拣分拨完以后发上飞机，发上汽车。联邦快递的座右铭是准时世界，公司每次飞行都拟定了应急方案，因此不会受任何突发事件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911之后，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空令，但是联邦快递却在12小时之内租用800辆卡车继续开展快递业务，结果大部分货物的交货时间仅比规定晚一天。Our use of technology will be beyond people's dreams today. A lot of things we had to develop ourselves, like the trackers and the barcode printers. And 专家告诉我们，目前中国最大的国有快递企业 EMS， 2007年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亿元人民币。最大的民营快递企业顺丰公司有不到4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快递巨头联邦快递在2007年以322.94亿美元的营业额位居财富全球500强第203位。专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大的快递物流企业 UPS 1907年成立后，通过兼并等一系列市场手段，迅速成长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寡头企业。成立于1971年的联邦快递，在成立之初借助于风险投资、上市融资、并购航空公司、兼并同行等措施获得市场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快递企业之一。而我国快递业企业数量虽然多，但是普遍规模小，竞争力不强。全国目前共有快递企业10000多家，而注册资本达到100万元的民营快递公司不超过20家。排在前4位的快递企业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足整个市场份额的50%，而美国前4家快递企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90%。专家指出，对于我国大多数民营快递企业而言，快递公司依靠从加盟商那里赚取一小部分加盟费，而加盟商由于势单力薄，一般也难以进行扩大和在生产技术上升级。如果延续这种松散的特许加盟模式，快递业很难提升竞争力，优质服务更是无从说起。就是逐步的改变那种松散的那种加盟的体制的一些状况。有一些企业呢逐步在直营，对企业的经营进行直营，还有对它的分拨中心进行直营，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我们有的快递企业呢，它总部啊和下面的分部呢就进行联营，就大家参股。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的有一些网点，它还做得比较好的，能力也比较强的，那么总部呢就加强对它的这种网络的管理和控制。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使得它这个企业内部啊，它不断的就是发挥它全网的一个总体效益能够更加好一点，而减少它的利润啊，它的利益的多元体啊，把它降到最低限度，那么又使得它的执行力度的话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使得它的正令畅通，
使得它的服务标准能够更加统一，使得它的服务质量更加好，实现更加快。无论是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还是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的迅速崛起，都给快递行业创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大蛋糕。可是发展模式上的先天的缺陷，使得不少国内快递企业面对这块大蛋糕的时候却是难以下咽。和联邦快递、敦豪这些国际巨头相比，国内快递行业十几年来还靠的是打人海战术，靠快递员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这样的尴尬造成了今年快递行业的利好却变成很多快递公司的利空，不少企业因为业务量超出自身能力出现了爆仓。我们现在的消费生活已经是越来越离不开快递了，希望今年的这场利好当中的危机能够真正的对快递行业产生触动，让资本力量推动行业的整体提升。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另外您可以登录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来进行互动讨论，或者您有什么样好的线索和建议呢，都可以发到我们栏目的 QQ 号83083。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